老烟枪双人组赞，台北你们超屌，万人挤爆南港展览馆。老烟枪双人组来台演出，现场嗨爆。图 Super Chill Events 提供。电音神团老烟枪双人组 The Chainsmokers 于3月29日在南港展览馆举办亚洲巡回为四城市之一的台北专场演唱会 The Chainsmokers Live in Taipei 2018。这次他们来台表演行程紧凑，仅停留不到24小时，不过却带给乐迷最棒的音乐享受。虽然演出时间于平日晚间，不过仍以万人到场一睹风采，连情歌天后梁静茹都到场朝圣。这次的舞台搭配量身设计的视讯特效以及镭射灯光，搭配上歌迷的尖叫声，就像是一场大型派对一样，让团员大赞台北你们超屌。老烟枪双人组接连演出多首火热夯曲，包括三月中才发表的最新单曲 Everybody Hates Me， 2016年年度全民电音国歌 Down Keep Let Me Down 及 Closer， 与英国天团酷玩乐团 Coldplay 合作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及另一首经典作品 Paris 等。最后安可曲主唱安德鲁高唱 Sick Boy， 全场歌迷大合唱的歌声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安德鲁嗨喊，这是我们第三次在台北演出，第一次是在夜店，这次绝对是最大规模的。舞台设计酷炫，搭配镭射灯光，现场像是一场大型派对。图 Super Chill Events 提供。老烟枪双人组除了在2017年横扫全球各大音乐奖项外，今年持续发威，以记忆封存专辑及单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拿下2018年 iHeartRadio Music Award 年度最佳舞曲专辑、年度最佳舞曲艺人及最佳合作歌曲三项大奖。今年发表的新单曲从旋律、MV、美术设计都风格大转，受到高度关注，也引起高讨论度，成为十足横跨流行及电音的双栖 DJ 组合。